嗨，我是海妈。这一个仙女颜值心目中理想的欧月的花型的花叫做花毛茛，歌恩茛，不是娘，就像醋浆草我也念炸酱草是一样的。对，谁还没有不认识的东西呢？力量太大。这一个植物的话，它是一个冷凉型的植物，它的花呢主要是花瓣层数多，颜色非常的亮，柔软柔媚，又有大丽花的这种很强的花瓣的层数的韵律感，又有玫瑰花初开的时候的样子的美貌，花苞含苞待放的时候就像一小朵一小朵玫瑰。花毛茛的特征是冬季和早春的时候开花，像云南西藏北方气候冷凉的地方，它的花期就会延迟到五六月份，花苞会更多。像是在南方地区的话，由于突然的升温就会导致于花苞有限多，底下你看起来就是一堆花苞，起来就是一堆花苞。我们是过年不醉不休，人家是至死方休。对，它会开到生命的结束，但是它这种在冬季和早春的时候给我们一季的这种风华令人感动。搞得好吗？陪你种花，拜拜。